你干嘛呢？干嘛呢你？你脖子怎么了？有点冷。我去关一下那门。不用了，不是风吹的。还是关了吧。我就是刚刚在冰箱前站太久了。你关门的声音容易吵醒珊珊。哦，他明天就回学校了吧？啊？王珊明天走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不是跟付贝吵架了吗？那我让付贝来接他。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是郭毅，我是司徒墨。你俩是不是有病？大晚上打电话说相声是吗？珊珊在我们这里。他去那儿干嘛呀？这么远，明天不是？你现在来接他。切！你别听他的，珊珊已经睡着了。我是想说，珊珊看起来挺难过的。那你明天一早来接他。你就不能婉转一点吗？我很婉转了。你这叫婉转？当然。那你不婉转怎么说？你女朋友在我家很烦。早餐店里有的我都买了，看你们喜欢吃哪种。用筷子吃。有。用手吃吧。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安排。珊珊，
哎，就是说，梦露今天要去逛街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当然不去啊。哦。那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图书馆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说，如果你今天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啊。废话，我当然要出门，我今天要考研。真的？你今天考研啊？干嘛这么开心啊？我就是想到从今以后你就是一名研究生了，我就不自觉的替你开心的。神经病，考不考得上还难说呢，肯定能考上，一定可以考上的。不说了，我先去收拾一下。你考试可千万别紧张啊！我考试从来不紧张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附近不塞车吧？很难说。嗯，不过你放心，你肯定来得及。我们接下来干嘛？再看一个电影。可是我们已经看了两部了。那去逛商场。昨天不是刚逛过吗？那去吃饭吧。嗯，饱了。要不我们出去运动一下。我不运动。我觉得散步也是一种运动。你不会连乒乓球都不会打吧？我会。那开始吧。我发球了，来了啊。在这儿呢。我真的发球了，看球看好了。我还没准备好，那换你发球吧。来吧，来，我觉得公园里这种球桌应该不是标准的球桌，长度有问题。快去捡球。谁捡球啊？你没打到球肯定是你去捡球啊，我才不去呢。快点儿。我觉得这个球拍的弹力系数有问题。我觉得是你这个人的技术有问题，你有问题。